欢迎收看2001年3月7号星期三的娱乐百分百，欢迎大家。今天我们两个办的主题呢是大头学生妹。大头学生，你看我的头是不是很大啊？我的也不小哦。我的才大呢，你不要跟我争了。我的也不小，我的更大。来看谁大，谁头比较大？各位观众，您说呢？犀利，我的现场，犀利叔叔，犀利，现场已经纷纷传来犀利犀利的那个回音了。好了，你赢了，今天头大你赢。不过我觉得你的制服不太搭哎。我制服，你下面应该是配黑裙子，或者是有那种你知道，怎么会是配格子裙呢？阿伟，你帮我把黑裙子拿进来。我为什么不配黑裙子？我等一下给大家看。而你里面是不是有肉色的什么 something？ 对，我里面必须要穿一件肉色的衣服，因为你们看。我如果不穿的话，我不知道成何体统了，就可能斗宅啊，或者肉体会直接 露出来。我觉得那样，你今天在节目听说就快曝光了，不是露乳沟，是我故意要露的。哦，你要露，因为你也知道329青年节快到了，我希望给一些青少年朋友们一些鼓励。三月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你们猜那是什么？那是裙子啊。你看。怎么会是这种质量？你说这像话吗？棉质，我你看我穿这个像话吗？更不对劲、啊。我觉得也比格子大，好不好？那不然小龙穿吗？反正你也穿，比比看，比比看。反正你正好穿。穿了，拜托小龙，你刚好一身黑，好搭哦。小龙穿一下，快点啦，来啦，穿啦，快点，把脚伸进去，快来来穿。我看你早就想穿了吧，兴奋成这样，你里面是穿来来来。来来小心不要碰到他，穿高腰一点。小龙把裤子脱了，小姐，把裤子脱了，快点，把裤子脱了。露点，露点，你会穿内裤？你再脱了，快点，把裤子。不要。小龙，我现在再讲最后一次，把裤子脱了。你想看吗？拿去给小猪哥穿。哎，小猪哥，女儿现在都不认他，你还想怎么样？哎，我今天穿的就是一般的那个日本最普遍的那个制服嘛，海军装。另外呢，我的整体这个头的上半身呢，简直就是学校最受人排挤的那种廖北亚的角色，你自己说是不是？受人排挤的廖北亚，因为你看会戴这种眼镜，然后你知道这种头，就老师，我觉得学校眼镜在班上的时候表现不好。一直讲话，老师，等一下地理课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？没有，你眼神过于闪烁，你要再坚定一点。好，老师，今天学校你在班上的时候一直跟男生讲话，影响班上的秩序，我觉得那样很不好。对，还不错，再来，再来一个。老师，我有问题，请问什么？什么？请问好学生有谁？你不行啦！谁是好学？老师，请问人参貂皮还有什么草？这个问题应该可以吧？老师，人参貂皮乌拉什么？乌拉什么？是乌拉花吗？还是乌拉圈？而且我跟你讲，廖北亚不止表情廖北亚，他们连走路都廖北亚。对啊，你知道廖北亚走路，而且他们那种廖北亚不知道手上在忙个什么劲，一定要拿些这种你知道长方形的东西塞在腋下之类的。对，然后一定要腋下不得闲啊，一定要紧紧塞在这，然后再拿一支笔，就那种你知道走路，就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就是脚跟走之前还会有一点对小蹬一下那种感觉。对，然后会这样子，老师好，很有节奏性，对，那种很讨人厌的。可是呢，在这边还是要强调，各位同学们，不要排挤别人。嗯，没有，因为我今天看那个新闻很可怕。什么新闻？就是美国最近又发生，就是前几天又发生那个校园乱杀人。对，然后就是因为那个同学他是新转来的学生，然后可能身材瘦小或者什么的，然后就被同学排挤，然后他一气之下又拿枪去扫射。所以那个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如果被同学排挤，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不要排挤别人。那被排挤也不要拿枪扫射别人。对，当然如果被排挤的话，其实也没什么好惨的啦，反正总有一天会长大嘛。你有被排挤过吗？有。没有？嗯。什么情况？嗯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比如说三四个好同学，嗯，然后你就以为他们是你的死党，就其实其中那三个都在背后讲说你坏话，然后后来你有一天就突然发现，然后就没朋友了，然后就觉得好啊，就不要跟他们做朋友。
然后过几天上厕所都没人陪，就很没骨气，就在主动跟他们聊天。啊，你是这种人哦？没办法，上厕所没人陪啊。哎，我好像也遇过这种情形哎，可是我都是属于那种，比如说发现有另外三个想要排挤我的时候，我就会赶快加入他们三。先发制。对，然后先那个拉拢另外两个讲其中一个坏话。哇，你高中、就是、你高中。对，就是先挑出一个排挤他，然后反正已经发现事态不对，就赶快再加盟另外两个，然后再讲另外一个人坏话。哇，我就是夹缝中求生存的人，我不容许自己被排挤了。哦，小时候，而且我次数还蛮多的。你有没有因为小时候太过男生欢迎，太受男生欢迎而被排挤？有，有，我也是喜欢这样子，我真的很困扰。真的啊，我真的是很多男生都喜欢我。哎、欸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黄素梅，你不相信我很多男生喜欢我？嗯，还是这位摄影师你不相信吗？嗯，相信。哎，这位摄影师要帮你拍写真集，哪一位？就是这一位，他不是主动想帮你加入？你刚刚说要拍什么？你说裸体写真集啊？不是，你跟他开始之前说要拍八大杂志的封面啊。没有，因为刚才在节目开始之前，我们就大伙聊得很愉快，我就说想要来那个，因为我们八大有定期推出一个那个周刊嘛，就是给客户看的，然后封面就是。定期用不同的主持人，我想说这一期我就来拍一个比较惊悚的封面好了。告诉大家主题是什么？就是主持人拉屎兼吃屎。哎呀，我想可能父母会冒汗哦。首先，你想会有小孩看到我们节目真的笨到去学我们这样做吗？我觉得他就算敢拉，他也不敢吃啊。对啊，谁敢吃？你敢吗？你敢吗？吃屎，有必要的话敢。什么情况？比如说给我28亿。妈妈生重病，不孝女。妈妈生重病，你吃？因为那医生叫我吃，我就说那不然你先请。反正谁吃都一样嘛。对啊，医生应该才第一个吃。说医生，你对医学比较了解，你来吃。你吃看看，我说反正我吃，我也讲不出来，我这个人词穷，没有什么形容词，所以我吃了也不知道怎么形容。真的，所以说希望我妈不要生病，生到那种需要吃她屎的病。快问快答，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主持人，男生。只要是外国艺人，一见到他一眼就可以发疯，猜是谁？谁要猜？大声讲出来！这位小姐，吴宗宪，冰崩冰崩，答对了。第二题，谁是败类？小龙。那谁？随便猜。随便猜。是，你请。陈建州吗？不是，错，很接近，很接近。小龙。谁？姓什么？谁是败类？很接近，男的，很有名，非常有名。个高不高？中等身材。陈静心，陈静心答对了。哎呀，陈静心是败类嘛？对啊，就是陈静心。你知道我大姐啊，昨天那个谁不是好爸爸？谁不是好爸爸？来，嗯，谁不是好爸爸？谁？谁不是好爸爸？谁吗？谁？陈静心，陈静心，我想大象。谁？你说谁？大象为什么不是？大象怎么不是好爸爸？那讲的没错。猛男秀那个。哦，你说脱衣秀那个啊，是大象假离婚那个是不是？今天报纸上啊，有一个就是台湾有名的猛男秀的那个首领，然后他太太告他说他假离婚，怎么假？就是怎么假？我不知道，我对那些不了解。反正你答对了啦。但是如果是真实的大象的话，他们其实是非常有母爱跟父爱。没有，大象公大象啊，生完小孩就走。公大象到了成年的大象，他们会独自去流浪，然后在不同的象群之间流浪。可是你可不可以多读一点书？只有母大象会留下来照顾小孩，然后那个小孩长大之后，如果是公象的话，他又会再离开那个象群。公象成长的大象是会独自流浪。可是母象是非常有母爱的。可是他刚刚说不是好爸爸，是大象，也是对的。你说的是人还是真的大象？都有。但其实我的答案不是这个。谁不是好爸爸？不要再玩了，你想怎么样？你想被讲被打是不是？不是白爸爸，他不是好爸爸。白爸爸，白爸爸的英文名字叫什么 ？Father Why， 坏爸爸。你从哪听来这么烂的笑话？我自己编的。Father Why， Father Why， 你是不是自从去演谁是好爸爸？好，那个如何爸爸？错，谁？五爸爸不是好爸爸。那么简单，小龙，你猜谁是好爸爸？好爸爸。嗯，谁？答对了，郝柏村。郝柏村，陈小龙，他是不是智商变那么高啊？
其实我怀疑你去演完戏之后，整个人都疯了。对啊，你讲的笑话我没办法插入，我没办法插入。我跟大家笑得还蛮开心的、啊，因为大家都吓到，想说这不是平常的徐熙媛。你知道我大姐她刚从泰国回来啊？谁在模仿辣妹抢银行？谁在模仿？是不是那位摄影师？把那辣妹抢银行的 T 恤给我一下，照片也可以啦，照片也可以。哎呦，是我吗？就是你本人徐熙娣。啊，原来是我啊！把眼镜拿下来就是啊。好了，我觉得那你怎么会有灵感说是那位摄影师？因为他真的很红啊，很像那种你知道辣妹抢银行里面不是有穿啦啦队的衣服？我觉得当妈妈真的要什么都会。你知道像我们家狗那个大大啊，就是那只黄色的Coca，最近因为年纪大了，所以那个闪到腰，然后就要喂它吃药，那药非常非常苦。然后第一天回家的时候呢，我是把它塞在喉咙里面，药丸，然后一塞呢，它就立刻吐出来，然后怎么塞都塞不进去。嗯，然后后来我就想说，哎，那就把它磨成粉，用那个注射的好了。然后就磨成粉之后，然后就趁它在吃牛肉干，我就说大大来吃牛肉干喽。然后趁它咬牛肉干的一刹那，嘴巴张开的时候射进去，可是多半有半管都会喷出来，然后而且喷到它脸上，就喷到到处衣服都是啊。然后而且它最后多聪明，知道吗？他最后就吃到牛肉干后面，紧接就是有那个苦的药会射进他嘴里，所以我后来给他吃牛肉干，他就这样子，眼睛闭呀，嘴巴不张开，他这样咬，然后就说大大你等一下先不要吃，然后就跟他拉扯之间，然后因为实在太着急了就硬射，然后就半边脸都被我射的是药，然后我就对我们家狗就被我射，口水吞下去再讲，然后我就把这件事跟我妈讲，她就说，而且我还请范晓萱来我们家帮忙，范晓萱还演了一出。他把当年那个小魔女的戏码用在大大身上，他讲假装在吃气，说嗯好好吃哦，大大你要不要吃？然后就给大大吃，就大大就真的吃下去。没有没有，那是另外一天。然后我就请范晓萱来帮忙，然后他也是全身喷的都是药什么的，然后就把这个故事告诉我妈，他就说奇怪你们怎么可以笨到这种程度？他就是不敢置信，他就说有那么难喂吗？然后他就把那个 cheese 啊这样子打开，然后把那个药这样卷进去，然后说大大来，然后放进去，两秒就吞了好几颗。然后就说 ，Excuse me， 那狗是在跟我作对吧？然后我就不信邪哦。隔天之后，我又用同样的方法把药那个包进那个 cheese 里面，然后塞，它嚼一嚼吐出来，因为它知道我不对劲，你知道狗就？它觉得你有鬼，它觉得我有鬼。就像我每次全家人只要跟大家说大大洗蹦蹦喽，大家就讲，然后躲在沙发底下。但我每次说大大洗蹦蹦喽，整个人把它搬到厕所，它都没事，因为它知道你根本不可能帮它洗，我根本不可能帮它洗澡。所以你说狗有多聪明，它竟然还真的吐出来耶！然后就是别人怎么给它吃，它都愿意吞，就只有我，它就不让我喂它。狗真的是你知道很妙，那就告白了嘛。对啊，两个人很甜蜜哦。不过你刚才讲啊，念 rap 的人哦，手真的停不了，头跟手都停不了，一定要这样。像我看那格莱美奖啊，那个阿姆念 rap， 手真的你知道软的，然后让小抖，隐隐约要比出一，对，而且他们也不是很狠，他是来个这样软趴趴，头要配合，对，然后你知道还这样，对，这样凹一下，对，然后他那首歌里面不是他歌迷写信唱完之后发狠这样，对，掉头就走，而且他里面歌迷不是写信给他，还有那个写字的那个音效，他才会这样，真的就是来嘴就这样，然后就真的在写，然后就是一方面很喜欢他，可是一方面觉得他的手在干嘛。就是很矛盾的事啊，而且他搞不好真的有照那个，你知道拼音就写I love you， 那很忙，那太忙了，然后就是因为写嘴巴忘记唱，然后一直写跟不上，他是跟你 wait a minute， 然后还说写完再唱，所以他右手永远比左手壮，他要说对空写字，肌肉都隆起。你们知不知道阿姆有多壮啊？这小家伙壮的跟牛一样。牛有多壮？牛很壮，多壮。我手没办法环住他们，马你也不行啊！你怎么不说马壮？马是比较走瘦的路线。好了，不跟你吵这些无聊死了。猪是胖，可它肉挺硬的哦。猪是软的，猪胖。好，包括骆驼骨架大，骆驼骨架大，骨架大。你说骆驼骨架大，那你把大象放哪？大象本身大啊，体积大、啊。好，不要再聊这些，观众一定想转台。来，没有，一定很多妈妈哦，一天到晚骂起来说不要看这些节目，可是连他们妈妈自己都没有发现骆驼骨架大，而且他们的骨头很特殊，对，是爱心，他们的驼也有单峰骆驼，
而且他们驼峰里面可以储藏水。各位父母们，这些知识你们都知道吗？凭什么不让小孩看我们的节目呢？对啊，而且其实双峰骆驼的时候可以在情人节推出巧克力，因为还蛮像爱心的。这一点各位父母你没有想到吗？各位爸爸是厂商的朋友们，没有想到这一招吧？还要赶快去做。真的，好了，来快报。按赞、订阅、铃铛，开了没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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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点！头很晕。